舒彻跟妙莹的恋爱关系，我一个字儿都没有跟鲁尼提过。他也只知道刘彩旗是个非同一般的女人。至于她从哪儿来，原来干过什么，鲁尼更是一无所知。哎呀，谁想到啊，旧金山这么大，她能跟舒彻跟妙莹碰上啊？哎，我更想不到，你说这个女人怎么会这么处心积虑？ 舒望应该跟你说过，我想再强调一遍，不管你用什么手段，绝对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保证。舒澈和妙莹这俩孩子怎么办？ 高攀不上舒澈，是我们家妙莹的损失。可这话反过来说，他们俩现在分开了，我们不是更安全吗？ 你还真是能成大事的人。哼！爸，你回来了。 这两天没睡好吧？ 色怎么那么差呀？你这怎么还喝上酒了？你大老远的赶回美国来，就是因为担心我？我就是因为担心你啊！我听说你跟舒澈分手了。我跟他分手。 你不是应该更放心吗？爸爸这件事儿做的确实自私了，可我真心不希望看到你跟舒澈分手。那你回来干嘛？你是叫我去挽回，还是叫我释然啊？
把这段感情暂时放下。如果你们真心相爱，就暂时放下了，也不会失去，对不对？如果舒彻有什么想法的话，时间可以包容一切，冲淡一切。也许过段时间，等你地铁车厢陈建全拿到的时候，我再回去挽回我的爱情吗？ 当我的爱情让你可以依附权利的时候，你利用它，你需要它。当它阻碍你的利益的时候，你要抛弃它，你让我毁了它。瑶瑶，我真不是为了自己利益就不顾女儿幸福的父亲。你难道不是吗？我的爱情，我的幸福，在你眼里算什么？在集团利益面前又算什么？微不足道吧。 你放心，我跟舒彻不会再阻碍你们了，我也再也不用你担心了。苗瑶，你出去，你不要跟我来。爸爸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有用吗？ 进来，陈总，他老婆呀？陆宁，哎，掌柜，在外面等我。来，哎，在谈公事以前，我要问你件事。你说，刘彩旗怀孕，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常委，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任何人吗？我想，这是他私人生活，我应该尊重。你要知道，这孩子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也影响到别人的命运，你知道吗？那冒昧的问一句，孩子是你的？ 你不方便回答我收回这个问题，陆宁，你就清楚一点，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私生子的问题了。他不但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甚至会威胁到我们能不能拿到地铁项目的竞标。这么严重？就这么严重。那你打算怎么做？那都这样了，我怎么做？ 我只能见他，好好聊聊。行了，我们现在开始谈公事吧。
对于我们伟业提出的一揽子合作计划，你们 C 董事会的最终决策是什么？为了保护核心技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董事会那几个老古董多次否决你们买断技术的合作计划，不同意出卖技术，只想卖给你们产品。对，我们是买方，你们 C 是卖方。但是巨大的中国市场，让我们完全拥有了选择卖方的底气。你要让他们搞清楚，在这种生意里是买方市场。如果你们 C 固步自封，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那对不起，我们伟业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程伟，请你给我多一些时间，我去游说他们。陆尼，我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今天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就在你们 CE 公司犹豫不决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和日本、德国的很多国际企业进行了洽谈，其中很多公司完全接受我们一揽子合作计划，因为他们比你们 CE 更清楚，一旦他们拥有了中国市场，那么他们就拥有了让自己企业百年兴盛的可能。如果不是基于我对你的友谊和信任，你们 CE 公司早就在我们的选择名单上出局了。那我辞去你一切的努力，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请你敦促 CE 董事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最终的决策，做还是不做？我怕中方强硬催逼会引发保守派的对立情势，反而令董事会做出不利于我们的决定。如果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陆尼，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再等了。程伟，你让我想想办法，好吧？我知道你最近会跟我联系。我到美国了，见面聊聊吧。好啊，聊吧。欢迎到我的公寓里做客。那是你的私人空间，我就不去打扰了。加州这么好的阳光，咱们不能辜负了。约户外吧。OK。好久不见。我变化这么大，有没有吓到你啊？我胆子有那么小吗？上车聊。这孩子多大？差十三天就九个月了，还一个多月就要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瞒的是严严实实啊？怎么，想憋个新闻上头条啊？这不是应该感谢你把我扔在美国后就不闻不问吗？哎呀，你说，你都瞒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干嘛非得选择现在这个时候？
跳到他们家人面前，显示你的存在感。还有，你干嘛要跟舒彻说呀？你这是犯了大忌，你知道吗？出现在他太太和儿子面前的时机不是我选的，是撞上的。这肚子大了，藏是藏不住。我可什么都没说，他太太自己就疯起来了，这可赖不着我。至于我告诉了谁，说了什么，也由不得我。舒公子自己找上门来问我，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他撒谎而已。子琪，你是个聪明女人。当初我为什么把你送到美国，给你安排了这一切，又给了你足够的钱，就是想你暂时的销声匿迹，在美国安安稳稳的待几年。然后呢？几年以后他就会来找我，让我重新回到他身边。时间会改变一切的，这几年的时间啊，会发生多少事儿啊？啊，你说你年轻漂亮，也许你一转身碰上桃花了，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和他是不是就都松了口气？以前我是你公关的一颗棋子，是他一时的感情抚慰。我现在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你们就想弃子了是不是？可惜呀，我没有按照你们的剧本发展剧情，而是擅自增添了一个人物。有了他，你们再也不会无视我的存在。说吧，你想用这个筹码换什么？我的孩子不会成为交易的筹码，我想要的也不过是个正常女人的基本需求。不想交易，那就是想要感情。你不会幼稚到想用这个孩子在他的生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吗？我只想留住一段哪怕只是被私底下承认的感情，就这么可笑吗？刘子晴，你也是一个在商场上打过滚的女人，任何感情的背后都有利益在支撑，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是在美国待傻了吧，才有这种荒谬的想法。恰恰是离开了你们那个只有利益的世界，我才更知道了自己想要。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出生，但是你可以用他换取更多的实际利益。你想让我去做银产？先不说我同不同意，你知道这么大的孩子做银产有多危险？哦，还是我危不危险，根本不在你的考虑之内。怎么可能呢，彩琴？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医生，确保你的安全。然后你的账户上，我再给你打进200万美金。你是在为我孩子的命开价吗？我明确告诉你，我不接受。今天你不冷静，咱们就不谈了。你回去安静下来，好好的想想，想好了再来答复。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这个孩子是我跟他之间最后的纽带，只要这条纽带连着，我和舒望就永远不会结束。这个孩子我要定了，这个答案不会改变。
嘿，别闹了，妈妈带你去超市哈。Miss, I'm so sorry. My brakes just failed. Are you hurt? Let me call 911 and report this accident. Okay. Hello, 911? Yes, operator, I'd like to report an accident
at the corner of Wilcox and Yucca. Yes, my brakes failed. I've rear-ended another vehicle. There's a lady in the car. I think she's hurt. Miss, what's wrong? You killed my baby! Oh, God. What should I do now? Cindy is in the war. Go to hell. Now! Please, send help quickly. She's pregnant. We have an injured baby. Listen. I need you help. I had an accident.医生说尹长手术很成功，你没有生命危险，身体很快能恢复健康。这次意外伤害也丝毫不会影响你未来正常怀孕和生育。对于怀孕九个月流产的孕妇而言，你还算幸运。我的孩子，对于这起交通意外，我很遗憾。I'm so sorry。保险公司承诺赔偿你一切的经济损失。肇事车主一直守在手术室外，直到你脱离危险，他才离开。我能看出他非常不安，再三表达自责和歉意。对于不幸损失了 baby， 他愿意个人赔偿20万美金给你。如果你不接受，他本人和代理律师愿意停止你方关于赔偿金额的任何报价。不是意外，不是他。
什么？载姬，你说什么？他撞我不是意外，让我流产的也不是他。What？ 你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载姬？失去孩子对母亲的刺激有多大，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我不会离开你。舒澈，我们俩能谈一谈吗？上车。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不要管阎王，更不要牵蒙妙言，这一切错都在我。我想知道，除了您给我的这些个照顾，您还给过我爸什么其他的酬谢吗？没有，只有这些。我问您这些，不是想知道您给过我家里什么样的好处，而是想心里有数，万一有这么一天，我爸会接受多大的制裁？我们之所以大费周章，就是为了不要在账面和合同上查出任何问题，这点你不要有丝毫担心，一切都是在两国的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操作，万无一失。我必须100%的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更要200%的保证你父亲的安全。我担心的不是你们的手段，让我不安的一直是我的内心。舒澈，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跟你接触，我真的想不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还有你这么纯洁的人。在我们的规则里，逐利是资本的原则，商人欲求先于，现在谁不这么做？不这么做，谁又能在这个规则里生存下来？我跟你爸不过是按说这个道理服从了这个规则的人。我感激他拒绝了很多比我给的更多的诱惑，把这份信任托付给了我，那我怎么表达我的感激？
回报他的信任。我不过是想让他的儿子，我未来的女婿和我的女儿，今后的生活更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链条上，这个规则里的人，不管是拿的还是给的，都心安理得，理所当然。为什么只有你是一个例外？因为我知道害怕。因为我也知道，再通行的潜规则，也只能潜伏于地下，无法正大光明。即便是所有人都这么做，也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这是真理。更何况还有法律，法律是我选择的终生之业，也是我的信仰。因为我相信，法治不是摆设，更不是附属于权力、为权力服务的司法。书生，我真的非常欣赏你，比我们这些脏了的成年人干净。但是你知道吗？你给我和你的父亲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正是因为这些麻烦，反而让我更喜欢你。那好，那请您帮我处理几件事。你说，之前给我投钱的风投公司有一个叫汉克斯的投资顾问，我跟他失联很长时间了。我想，你应该知道他的下落，你一定能找到他。请您转告他，让他联系你，给我个银行账号，配合我公司签署几份文件，共同完成所有风投资金的退还手续。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我要跟华龙终止合作。华龙给了我300万美金，有75万美金我已经交给了第三方公司，你是没有办法退回的。还有55万美金，是我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运营费用。最后还剩下170万美金，我会全部都退回给华龙。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华龙的副总 Tony 联系过了，我表达过我的诉求，但还是要麻烦你，跟托尼打声招呼。他才不会继续跟我推诿。你是想把我给你的照顾分文不取，完璧归赵？我不想我爸因为我失脚。这些事情能不能帮我做到吗？如果你一定坚持，我可以。麻烦您了，是我给你添麻烦。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我走了。不坐我车一块走啊？不用，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再见，陈叔叔。舒彻，还有一件事，我们了结了这些麻烦，你是否重新考虑和妙音在一起？就当是一个爸爸替女儿在请求。我不想做一个毁掉女儿幸福的爸爸。跟了你几天了，今天终于见到你。爱与恨。
天际，聚散的别离，问你为何会在意，直到现在还惦记，归去你还在我依赖，身分开，心回来，记得这份爱，我们明白，这就是爱。每当感觉自己受了伤，不辞而别，逃去了远方，躲躲就走，多远算疗伤，不如回到相爱的地方。没有告别情心回来，记得这份爱。